最简单的脸型测试，15秒就能找到最适合自己的妆容和风格，拿捏正确变美思路。量四个长度，第一个就是发际线到下巴的最低点，第二个两个眉峰之间的距离，第三个颧骨两侧最凸的宽度，第四个耳垂到下巴中间点。如果你一和三基本相当，二和四也差不多一样，那你就是圆脸。发型重点一定要拉高颅顶，增加颞部的蓬松度，营造出来头包脸，能很好的显脸小。如果你是一大于三，二大于四，那恭喜你，你就是刘亦菲、赵露思同款的鹅蛋脸，是最有古典美的脸型，怎么打扮都不会丑啊，适合走一些优雅温柔端庄气质路线。如果你是一大于三大于二大于四啊，那你就是菱形脸，是最考验美商的脸型。你可以利用两侧的头发来增加颞部的蓬松度，来综合你颧骨宽的问题。颞部只要够蓬松，你全扎起来它也能很明艳，散着头发也能千娇百媚。妆容重心放在眉毛上，画长画弯来弱化太阳穴凹的问题，也能更好的包住突出的颧骨。如果你四条线基本相等啊，那你就是方脸，跟圆脸的变美思路有点像。拔高颅顶，纵向把脸拉长，五官画大画浓，减少脸上留白，来营造一个显脸小的假象。